猜猜邓爸爸之魂在哪里？在二房另一方。你想不想给他和你自己选一个最好的房子？想不想 ？Hello。山竹，你跟我一块走好吗？可以。水瓶子，我帮你装着好不好？行。走。他为什么还没有来啊？不知道啊，邓伦爸爸可能有事情。我们为了坐车。回来了。对。来吧，来吧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来呀！我天哪！行。邓伦爸爸，是啊。某一台。这个是什么？你可以读这个吗？可以啊。SUV。嗯。爸爸。哎。小珍珠，我是谁？我是不是突然变出来的？对的。啊，是不是变出来的？那我们一会儿见，珍珠，你跟奶奶好好玩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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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听话哦。拜拜。走吧，拜拜。拜拜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你今天长得也太帅了吧，邓爸爸。你今天好漂亮，拜拜。邓爸爸。哎。邓爸爸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，我爱你。滴，啊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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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爸妈，爸爸，村长帮我摘的鸡在这里呀、啊。咱俩一起看，你帮我看吧，我害怕呀。你看，我害怕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鸡，你自己过来看。为什么就你一个兔子会说话，别人的小兔子都不会说话呢？因为我是个神奇的兔子啊，我来是带着村长的任务来的。那你说话的时候嘴怎么不动呢？因为我说话的时候是不用张嘴的。我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才张嘴呢。你先和我讲讲你的邓爸爸吧。讲讲你的邓爸爸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好想知道。他的，你知道他的头发是什么样子的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他的头发就是正方头发。正方头发。就是他的头发很少，就是矮的头发。你觉得你跟他录这几期节目，你对他有什么印象呢？那他还会抱我几公里呢？抱你几公里啊？抱我100公里、60公里、20分钟里，还是1分钟里都可以。他这么厉害啊？对啊。那他是不是像个大力士一样？不是，他没有肌肉，只有刘根豪叔叔在有肌肉。那你跟邓爸爸说一句最好听的话，好不好？我想听。这要跟我说什么？你告诉小兔兔。哎，我告诉他了。小兔兔跟邓爸爸说的话就是：我爱邓爸爸，让他永远当我的爸爸。